六合刀，请高光强师傅做准备。啊，谁得？哎呦，这个扎苏的人在大家都不知道啊，在家没刀，木子木头做的啊，而且是什么木的？是桃木的。哦，桃木的来整这咱们在农民们家还别稀了啊，所以说这个。哎，但是他的个儿那么高，你看他蹲的那么低，这不容易啊！啊，他这个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这个这么对的木头。